殿下，殿下，退下，跟我走。 叶儿小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把船停了，放我们上小艇，等我们平安到了岸边，我再放他回来。你就这么想跑？不想被勒死，就快让我上小艇。咱们一拍两散，也算好聚好散，不是？你是跑不掉的。你未免也太仔细了。叶希沃，想必你没有见过野兽捕杀猎物吧？ 有些野兽不会那么草率地把猎物给弄死，而是慢慢、慢慢地戏弄、折磨猎物，直到猎物咽下最后一口气。可惜，我不是你的掌中玩物。既然你给了我一只舞的时间，我就会让你为这只舞而后悔，让我上小艇。既然你这么想法，那我就陪你玩到底。念白羽，属下在。 去小艇那边。是。算你识相。将绳索砍了。你敢？砍了。是。让他住手，不然我勒死你。 抓住他！殿下，要死的还是要活的？无所谓。是。等等，还是要活的。是。叶希沃。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乖乖束手就擒，跟我回景国。嘿，谁要跟你回去？你不是说过迟早要杀了我吗？你，哼，我是要杀了你。不过蝼蚁尚且偷生，你多苟活一两日不好吗？是吗？那我可真是要多谢殿下。可惜啊。 这么想从我身边逃跑，兰恩，他会死吗？齐霜，在，带人去寻一下叶儿小姐，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